又无量寿佛讲《唐经》舍楼冠兰笋，亦皆七宝自然化成，复有白珠摩尼以为交络，明妙无比。诸菩萨众所居宫殿亦复如是。中有在地讲经诵经者，有在地受经听经者，有在地经行者，思道及坐禅者，有在虚空讲诵受听者，经行思道及坐禅者，获得须陀洹，获得斯陀含，获得阿罗含、阿罗汉，未得阿惟越智者，则得阿惟越智，各自念道、说道、行道，莫不欢喜。